看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你自己长痘痘？不是，痘疤。不是，我因为我怎么变？头发。对，我今天自己剪刘海。你有镜子吗？我没有镜子。没有，你家没有镜子？哦，厕所的，我在厕所剪。我家镜子超多哎，随时可以看到自己的脸。我的书桌前面都是个镜子，好可怕。学生准备的时候就一边。写一边读书一边看一下自己的脸，写写写起来，看到那个镜子里面自己在玩手机。一二三，晚安，这里是 M， 还有西西，好尴尬哦。好，我们先从啊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幼稚园的，我也要讲哦。当然，我觉得你有幼稚园的故事吗？反正我是有。有吧？哦，我幼稚园很多呢，我突然想到，应该有，反正你先讲。好啊，我们今天聊的是我们幼稚园发生的怪事，也不知道怪事。幼稚园发生的关系。哦，你们幼稚园厨余桶吗？好像有吧。没有厨余桶，好远哦，好远的事情哦。我们幼稚园没有厨余桶哎，老师不让我们丢厨余。然后我们打菜是自己装自己，不是分量是老师他们决定的、啊。哦，我们是老师啊。对啊，然后所以老师有时候装太多，然后我吃不多，然后他一直叫我吃。因为大家都吃完，然后开始午休，然后就一个人在吃，我就吃到撑，然后压力很大，我就呕吐。你呕吐？对，然后老师直接叫我把呕吐物吃下去。你说你吐在哪里？碗里面啊。你为什么要吐在碗里面？他就说三秒内。真的、啊？对。没有，他不会了。喝完了。可是反正就把那个吃掉，超恶。然后后面就不敢跟老师说我吃不下去，我怕他会逼我吃，所以就之后就把它藏起来，藏到那个餐盒。你说呕吐物吗？没有没有。啊，你有吃掉呕吐物吗？我好像有吃掉。哦。但是就最近老师离我远一点。他有权威。真的、哦。就之后吃不完，我就直接打包起来，反正就是不要让老师知道就好了。你刚刚在讲那个吃的，然后我也想讲，就是以前又我跟你讲厨余而已啊。你说你在吃午餐，就是我们这里有午餐啊，因为我好像从小从幼稚园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有意识以来，我就这件事都是木头，我就很讨厌吃芋头，芋头很棒啊，我不喜欢芋头真的超恶心，就是任何形态的芋头出现在我面前，芋头不用，我不喜欢，只是只要是芋头我就不喜欢。你芋头做的什么芋圆啊，什么东西我都不敢。哦，你不敢。我不喜欢，它里面有芋泥耶。你去九份怎么活的？我可以吃别的，我也想吃豆腐啊。好，反正就是我从以前就很讨厌吃芋头，就是幼稚园也是。以前我记得我们班上八号一个女生，然后我跟她也没有算是就是特别好，但是她都是会帮我吃掉芋头的人。芋头姐姐。对，芋头姐姐。一直以来用什么芋头粥，什么芋头瘦肉粥，然后芋头瘦肉粥，这个我好像没办法哎。是，对，就是有任何芋头的东西，还有芋头糖之类的，芋头西米露之类的，然后他都会帮我吃，他坐我邻近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过去说，哎，你可以帮我吃掉，他说，哦，好啊，然后就倒给他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好像在吃芋头粥，因为其实装的时候你不能跟老师说你不想吃，因为老师会说你这样子挑食不行啦、然后老师就会装更多给你。反正我就想说没关系，我今天是给那个芋头姐姐吃，我就先把别的东西先吃完之后，然后就很悠闲的拿着我的碗，里面有芋头粥、我就走过去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吃吗？今天也帮我吃好不好？然后就没想到他那天吃很饱。不知道为什么吃很饱，他就说我今天很饱，我不想吃。可能幼稚园其他小朋友都芋头都给他，大家都给他吃芋头，半桶都是他的。你说一大桶里面三分之二全部都被他吃掉，他直接开始肥了。然后就跟我说啊，我吃饱了，我今天真的吃不下，我没办法帮你吃，你这样 OK 吗？就想说那不 OK 啊，然后就哦没关系，我就默默把它放回我的那个位置上面。我忘记我后来怎么处理到它，反正那一次是一次，然后后来是。有一次是去安亲班，小一都只上半天嘛、所以下午会有去安亲班，他们会给我们吃点心。有一次点心是吃芋头西米露吧，那个甜的我也不喜欢。然后我就一直跟老师讲说，老师我真的很不喜欢吃芋头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会想吐之类的。他就说你要吃完。我就说老师我真的会吐。他说不管你，就是你不管你怎样，你就是把它吃掉，你不要浪费食物。你就吐在人家脸。我就吃，然后我就吐给他看。我就说我会吐吧。看那个夹热的画面，才刚吞下去又出来。西西妹妹是变了个魔术给我吗？好恶哦。然后我就真的吐给他看，但是我忘记后来怎么样。每天吃完芋头，然后后面三分钟我都会失忆。然后每次有时候跑开，你都跟着他。
你自己造的孽，看完他，看完我吐。你就跟他，反正不是我亲啊。对啊，反正是你要亲啊，不是我要亲、啊。你不是说吐怎么样没关系吗？对，说吐给你看啊，我就说我会吐吧，后悔了吗？有没有在逼我吃啊？但老师加热我最爱，就不是很想吃冰的了。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，先睡了，晚安，拜。